现在呢，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古代小朋友礼貌的站姿吧。小女生像老师这样，左手搭在右手上，大拇指收回去，放在小腹前。小男生呢，也像老师这样，手自然地垂放在身体两侧。下面呢，我们就要进行第二响朱砂开制，寓意着小朋友们从此可以成为心明眼明的聪明学童。别开，谢了。谢我这个和尚。谢谢王老师。头发绑匀就行了。我不想盖。马浩轩小朋友，谢谢王老师。我们最后请我们的陈老师也来。耶！我肯定小时候不聪明，就是没点过。我看陈老师是什么样子。好，下面呢，就到了我们最好玩的一项——击鼓鸣制。